轰动全城的林氏家族游艇凶杀案今天正式开庭。喂，徐教授，你女儿在我手上。各位陪审员，你们会以外界完全隔离，一定要得到5票或以上，才可以达成判决。你手上那张是另外两个陪审员的背景和弱点，90分钟。 我要你用催眠操控陪审团，让林子莹被判谋杀罪名成立。我按照你们的吩咐去做，但至少我每半个小时，我就要跟我女儿通话一次。徐立生。 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，还剩十几分钟，你还差1票。走吧！敢伤害我女儿，我就要你下半辈子在黑暗里活着。